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好，我们上一次课程进入这个师生之道我们先谈了。为师者，那谈到第三个部分呢，师之本分。本分当中，我们首先提出来，第一是教学的内容。上一次提到文行忠信，是教学的内容。跟《论语》当中提到，孔子的十大弟子是德行，这个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这个是德行，言语载我子贡，政事冉求记录，文学子游子夏。这是孔门四科跟这个子以事教呢，文行忠信呢，很相应比方文呢，就是文学；行，德行；忠，这办理国家的事啊，这政事。信信是言语，是很相应那我们呢，复习一下上次最后谈到的，大家记不记得上次谈到什么？我们2个礼拜才见一次面所以，《论语》当中提到好学。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这个日知其所无是知心温故而知新嘛月无忘其所能这个叫温故而且温习学过的东西温一次还不够要常常温习。那因为谈到的是教学内容，我们以我们很崇敬的我们学《论语》也是以他老人家为指导就是李炳南老师，他在教导学生也是四科跟孔子的教学内容很相应。我们复习一下上次提的第一一曰研经，你要研究经典，深入经典，要明理不明理，怎么明德呢？明明德是自爱清明是爱人这都不明理了，怎么可能可以爱己爱人呢？第二言语，第三文章，第四是办事跟这四科都很相近的了。而且你研究经典呢，就是要培养自己的德行，所以研经直德本。故举凡儒家13经，佛3藏12部皆当研之。读到这里，大家有没有？哇，深吸一口气哇，读这么多书，我们现在时代变化很快现在生活很紧凑，而且
家庭工作压力啊，应该都比以前的人重啊。所以诸位同修啊，以前的人好命啊，还是我们现代人好命啊？啊，这个自己想吧。哦，那李老说了，而贵能得其子。你学很多部经啊，进一步更重要的要得到这一部经的要旨啊，你不能学了老半天，不知道他讲的重点在哪里，中要在哪里。好，若力有不逮，就时间精力顾不上呢，那《论语》《弥陀二经》啊，列首要。你在世间，你要把事情办好啊，要修身齐家治国啊。哎，《论语》，半部《论语》治天下啊，你不能只有求世间呢、啊，你还要出世间呢、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呢、啊，啊，中土难生呢、啊，啊，哎，这个以这两部啊为首要。好，那现在《无量寿经汇集本夏老良苦用心啊，他老人家说的“浊世无如念佛好啊，此生端为大经来啊”。哎，夏老知道。他这一生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汇集无量寿经啊，因为有五种原译本呢。以前这个王龙书居士魏墨生居士他们都汇集过啊，不够圆满。所以我们要动态去领悟善知识的教诲啊。而且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的每一注还是李炳南老师亲自交给老和尚的。好，那我们可以以这两部经为首要。那办事真福慧，凡是利众诸事均可为之，随缘随分去做。可是要把事办好啊。也要通达人情你不通达人情，一办事，搞得大家都不愉快了。李老编了一本书叫《常理举要》这个要学啊，学这一部书啊。李炳南老师说，是不要让人讨厌呢。哇，那代表这一部书，假如不学，铁定让人家生烦恼了。哦，所以这是必学书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觉得时间不够用好事啊，感觉时间不够用啊，就不会浪费了。前几天。跟几个年轻的同学交流，好像其中跟6个学生课程交流有2个说他最近发呆我说你还有时间发呆啊？哦，你假如觉得一天48小时都不够用了，还会有时间去发呆吗？哎，我们这一代人呢，是成年才学的，还有好多东西要学呀，还有好多东西要下功夫去对治啊！比方说，妄念很多，请问要花多少时间对治啊？
啊，若要功夫深，铁杵磨成绣花针呢、啊？你不老实念佛，怎么可能妄念会少呢？那这些功夫不能不下啊，有定课念佛，还要有散念啊，行住坐卧、穿衣吃饭，从朝至暮，从暮至朝，一句佛号不令间断。功夫啊，都下在克念作甚了，可以克制妄念了。孔子教颜回，颜回是他最优秀的学生了。颜回问仁，孔子知道什么？克己复礼呀、其实就是克念呐、复礼，恢复恭敬心呐、礼者敬而已啊，你整本《礼记》的要旨在哪？就学到恭敬了。啊，哎，礼仪三百，那么多礼仪的规范，就是让我们回归恭敬心，回归真心呢。要掌握那个要旨哦，啊，比方说，假如我们学礼呀，哎，在餐饮业服务，哎，鞠躬都90度的，但是呢，客人走了，下了班了，哎，抽烟了，那个行为都。动作都很粗俗了，哎，在客人面前跟客人这个面后啊身后不一样了。那请问这样的鞠躬能不能修这一颗心啊？哇，那他越分别了，越做表面了。哦，所以学东西呀，不能学在相上哦。啊，佛法重实质哦，不重形式哦。实质就是修心呢，心是根本的。哦，所以刚刚提到这个常理取要要学啊，我们认知到啊，要学的东西很多了，不使一秒钟空过了，不使一句话空说了，该读的、该下功夫的太多了，懂这道理啊。都要用心去落实它，啊，所以古人学问无余力呀、少壮功夫老始成啊，少壮就学的道理呀、那一直下功夫，一直下功夫，到老了才慢慢得力了。纸上学来终觉浅呢、觉知此事要躬行啊，纸上学来的道理啊，那只是知道啊，还没有悟到，还没有做到，还没有得到啊，都要去下功夫的好，那不知道啊，诸位仁者最近馒头吃得怎么样？哎，我们应该有点默契哈，大家知道吃馒头是什么意思啊？啊，我们念佛法门是他力派果教门哈，从果起修啊，直接吃馒头的不用选种子也不用种麦子也不用浇水施肥直接吃馒头的。
不能把修行看得太简单了，会掉以轻心了，时间就通通流过去了。啊，尤其我们成年以后再学啊，更不能浪费时间了。啊，分秒必争才行啊。啊，哎，我们很想分秒必争呢，怎么常常浪费时间呢？这个问题要探讨出来所以修学最重要的第一件事啊，叫发愿呐、啊。发了愿就有动力了。啊，入道要门，发心为首，修行即悟，立愿居先呢、啊。啊，愿力则众生可度。心发则佛道堪成呢、啊，我们愿没有发出来啊，所以那个动力不足啊，常常就懈怠了。这责任的承担是成长的开始。啊、哦，假如我们想着，哎，我这一生一定要把父母送到极乐世界去。啊，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哎，我发了这个愿，而且很真切。哇，那我们要把净土法门好好深入啊，你才可以引导父母啊。再来，我们念佛要越念越得力啊，父母家里人看的，哎呦，怎么越念越年轻啊？啊，越念越法喜，哎，他们有信心了。啊、哦，真正要帮父母、帮亲戚朋友了，我们的身教、言教啊，都要下功夫的。哦，所以我们会懈怠啊，就是愿没有发，发了没有保持。啊、哦，要把原因找到啊，不然我们都稀里糊涂这样混日子，不行啊。哦，所以办事啊，都要通达人情啊！你跟人一接触，都让人家讨厌了，怎么办事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了。啊、哦，所以常理取要啊，我们也要花时间来学啊。哎，这里还提到啊，读二十五史啊，哎，历史是一面镜子啊。啊，世间没有新鲜的事。我们现在遇到的啊，历史里面都有。哎哎，能够啊，从历史学到经验，那李老说了，假如二十五史没时间读啊，这个。欲披通鉴极览，这个是把历史里面挑出来给皇帝看的精华。哎，我们现在有一套书不错，老和尚大力推荐《群书之要》啊，因为这一部书之前亡师了，流到日本去了，哎，现在回来了，啊，哎，《群书之要》有50万字啊，读不来怎么办？读《群书之要》360，哦，这本书啊，每天可以看呢、啊。你遇到的修身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团体的问题，哎，因为我们现在编这一部啊，是依据4个纲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可以查。像啊、我们这个加拿大的啊、这个忍者啊、包含澳洲啊这些国度啊，都是多种族、多宗教移民的国家，哎，你怎么跟不同的种族、宗教的人相处啊？
天下能和合啊，哎，这些资料都值得去查一查，去学习。那言语文章，哎，这个都是我们在这个世间会用到的工具。啊，一定要有次序。啊，一要能呢畅达。啊，你言语文章啊，文字啊，都要流畅。所以历史当中这些诗文佳作啊，也都好好去吟咏啊，去多读诵。啊，像《古文观止》里面一些很有名的文古文呢、啊，可以多读。啊，这里还介绍了一部纪晓岚啊先生编的《阅微草堂笔记》。啊，他文字很精炼啊，而且啊，都谈的是因果报应。这个因果教育啊，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是特别重要。好，我们在就李老呢的教导啊，李老办了一个内典研究班。学生8个，老师6个，8个学生成就都很高。其中有一位是果清律师，现在在律中界威望很高。包含鸿明小学。因为这8个同学里面2个女同学，这个连女士她就创办鸿明学校的。我的了解呀、没有一个没成就的，还有一个好像是启聪学校还是启智学校的校长。所以学生不在多、在成才哦。那李老呢，给这个班呢、定了一个班训，里面有8条，都是呼应了孔子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的教学。其实我们办班呢，这8个原则都是。最核心的第一，我们刚刚也探讨过了，研经贵在得旨。你研究经典，要掌握它的最重要的要旨啊，重点在哪？核心在哪？我请教大家，《无量寿经》的要旨在哪？哇，你不能答不出来哦。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呢、这个就是他的要旨了、言经贵在得旨啊。好，那我再请教大家，《金刚经》的宗旨是什么？有没有同修是常常读《金刚经》的？言经贵在得旨。好，有一本书啊，叫《茅棚杂记》。这是台湾一位高僧呢、他的成就很高哈、他是灿云法师的学生。元音法师啊。他在茅棚里面精进修行啊，有一些心得啊，他就用毛笔把它写下来。跟夏莲居老居士在精进修行的时候有灵感了、写下来，
我们熟悉的字景路，哎，大家对字景路有印象吧？哦，我们讲课当中啊，常常跟大家提到字景路的教诲啊，学道需打破自欺一关，时有商量处，啊，须卓然见得满身过失，功夫时有着手处，啊，此两关不破，任你谈玄说妙，终是门外打之道，门都进不了了。哎，这两关要打破。你看孔子的提醒都跟这些很相应啊。孔子说啊，已矣乎吾未见人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孔子感叹：哎，算了吧，算了吧，我没有见到啊，人见自己的过，见其过，内自讼是悔过。哎，还没到改哎，能知过悔过啊，这善根就很厚了。哦，所以夏老说，要见得自己满卓然，卓然就是很清楚啊，见得满身过失，知过才能修了。所以孔子提醒啊，能知过悔过就不容易了。哇，你看这些祖师啊，他留下来这些心得啊，字字珠玑啊。都是修行的关键，他们都是同体大悲呀、啊。我们肯珍惜呀、啊，哦，修行路上少走很多弯路，啊、哦，像这个圆音法师，他的心得都写着，李炳南老师说什么？黄念祖老居士说什么？他出家人哦，哎呀，他赞叹在家这些大德哦。他一提到放生，哎，莲池大师说什么啊？藕益大师说什么啊？我们一看他写的东西，述而不作，哎。而且他写了很多啊。格言联璧，格言别录里的教诲，显然我们这个时代啊，人情世理啊，比较不敏锐了。啊，这些高僧大德在应机说法，补我们的缺呀。啊，这个不是责怪任何人哦。因为万法因缘生呢、啊，以前的人一出生，家里多少人啊？少则七八十人，多则两三百人。好，我们现在一生呢，家里多少人？哇，独生子女，家里三个人。哦，那假如父母不懂教孩子。哇，那两个父母绕着你转呢，啊，四个老人也绕着你转呢，哦，那就变成小公主了，小皇帝了。哎，以前生出来那么多人了，你不去替整个家族着想啊，你就常常得要挨爸爸妈妈长辈给敲头。也不动动脑筋，从小就你不得不替全家族的人着想。你在替人着想过程呢、啊，你很自然，慢慢就会体恤人心了、啊。假如所有的人都围着自己转了，那就自我中心了，怎么去体恤人情事理呢？哇，所以我们要补课啊！
哦，你看以前大家族呢，接待客人呢，哇，全家总动员了。你看现在客人来了，在那看电视，动都不动，头就转了一下，嘿嘿嘿，就转回来了，结果我这么讲啊，有家长说头会转还不错啦，有的连转都不转啊，哎，这可不能说不错了啊。不然这个月降啊，降到都不知道是啥情况了。哎，所以这些祖师们呢、啊，他给我们留下这些法身舍利呀、啊，我们要体会他的苦心。你一体会到啊，你看他留下来的这些法语啊。你就感觉他的加持就到了，所以这个圆音法师说，《金刚经》以无住为宗，我们常常讲"因无所住而生即兴"啊，六祖在这里开悟的，我们要知道是以无住为宗，你抓到这个钥匙了。任何时候啊，都不能执着，不能出现执着点了。看、听、经历过事，都不能出现执着。一执着，这个心就会有烦恼，就会急呀、啊。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的心啊。就不再真心，不在这个安定当中，所以自己要关照自己的心，观自在菩萨，观自己自不自在。你听经啊，听执着了，你的身心也不会自在。我们王川大夫。跟一个老人家看病给他把脉啊。这个王老师有开老老恒眼的课大家多学习啊，好好照顾自己呀，不然到时候家里人都还得照顾我们了。更重要啊，要学会照顾父母。照顾家人，都要学的。以前古人呢，三一命卜相，三会看风水啊。为什么？你要安葬祖先的时候啊，你要安葬在不会遭水灾的地方啊。给祖先，给离去的家人考虑得非常细致。这个我们的祖先有可能是在鬼道啊，哇，他的阴宅淹水了，他会很不自在的，哎，真的哦，有这个祖先呢太痛苦了，刚好这个子孙呢阳气比较弱啊，这个祖先就附在这个子孙的身上了。说这个我这个地方啊都潮湿了，很难过啊。还有啊，我是喜欢吃鱼啊，你们怎么给我拿鸡肉来干什么？哎，真的哦，生命没有死啊，重要的是去哪一道哦。不过我听到这个故事啊。对自己很有警惕呀！你看死了之后啊，那个习惯还是在。连抽烟都要抽中华的啊，其他的不欢喜。哎呀，这个本来无一物啊，
何处惹尘埃啊？啊，我想你还想抽烟了，我看极乐世界去要去比较困难了。还有一个力量啊，比念佛还强。哎呀，我现在不做什么，这个佛也念不了啊。我抽一下，我待会就好好念了。那代表那个力量啊，可能比念佛还强了。修行人要有警觉性啊！我们现在身体都健康啊，我们那个贪呢、啊，贪某一个人事物啊，我们都没有办法从这个人事物抽离开来，止不住啊，在想这些人事物。更何况临终的时候，身体更弱了。你能控制得了自己的念头吗？所以现在身体健康啊，在念佛的过程，哇，好多妄念呢、啊。你就观察到，为什么会起这些妄念？因为我们还牵挂这些人事物嘛。就要更提醒自己、啊、慢慢要放啊，事办完了就办完了，不要一直在那想了，不要挂心了，这个都要锻炼的哦。离有顿悟啊，事要渐修啊，而且我们冷静思考思考啊，你去想那些事啊，都是打烦恼，对事有没有帮助啊？对人有没有帮助啊？不如好好定下心来念佛，回向给这个人，回向给这个事。而且你念佛定下心了，你心有定力了，你去帮这个人，你去处理这个事，状态才会好啊。常常思维了，哎，慢慢你就觉得，哎呀，别干这个对自己对别人都没用的事，浪费时间，而且妄念越来越多，甚至还养成念佛的时候都打妄想，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枉然了。办事的时候专注办事，念佛的时候也要专注念佛啊。好，怎么念佛才能念得好啊？我们有没有好好从老和尚的经教祖师的法语当中掌握念佛的这些重要的原则、方法，师父领进门哦，修行靠个人哦，不能都要靠别人哦。诸位仁者，我们两个礼拜见一次哦，这两个礼拜你们有没有再翻开《论语》看一看呢？我话就讲到这里，再继续讲下去就不是很好。你学习东西不能变成依赖了，你觉得这个东西重要了，那没有人推你，你都会主动去学了。我们现在真的会依赖的太严重了。那一天还有同修说，哎呀，这个找对象这么重要的事啊，我实在呢智慧不够啊，法师啊就交给你吧，你帮我找啊。你看我得接这个球啊。不能依赖到这个份上来了。
哦，那首先第一，我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啊，面对境界要清楚。这种问题啊，一不小心回答的分寸不对了，就麻烦了。为什么？回答的分寸没拿捏好，我看我这个出家人不用讲经了啊。到处有人找我啊，给他找对象。哦，那我给佛菩萨打屁股了，服务正业啊。哦，所以啊，请这一位忍者高抬贵手啊，这个。我是出家之人了，我最重要的工作是讲经，好、哦，哎，再来啊，假如说这个有个出家的人专门跟人家找对象，哇，这个传出去流弊太大哈、啊，流弊太大，啊，因为出家的表法是什么？要出离世间呐、啊，哦。哦，所以这个世间的事啊，啊，随各自的因缘啊，我们不去鼓励。哎，好，哦，所以《了凡四训》说，不论现行而论流弊，啊，你考虑事情啊，不能考虑眼前而已啊。考虑你做了之后啊，后面会不会有流弊的问题啊？再来，现在连当父母的都不敢给孩子说，来，我给你找对象，那父母都不敢了，法师怎么敢了？哦，这个印光祖师啊，哎，大家注意哦，你看这些祖师啊。他们都非常敏锐，能洞察时代人心的变化，跟众生的需要。大家看印祖文钞多次提到女人生产，哎，印光祖师很年轻就出家了呢。可是你看他为什么提世间在家人的东西提那么多？他就慈悲呀、啊，哎，女人有好几关要过呢，其中一关叫产关呢、啊。啊，女人首先要过情关，一般来讲了哈，女人的情比男人重，啊，你比方，哎呀，这个女子啊，因为爱情啊，殉情啊。哦，可能世间的人还会觉得有点凄美，是吧？你假如听到一个男人为情去殉情啊，你会怎么想啊？太没出息了吧？哦，所以你看，男女还是有不一样吧？哦，那现在孩子生的少，女人呢，又在职场上啊。这异性观，你看接触的异性太多了。你看以前的女子，哎，她生八个，哇，你看她的时间都用在啊，相夫教子啊，把整个家庭照顾好了。哇，你看这些观呢，不少啊。哎，其中这个产观，你看印光祖师一直在提醒慈悲啊，还有，哎，真的信众哦，写信来，哎，我女儿要出嫁，哦，你看印光祖师很慈悲啊，给她开示啊，这个女儿的对象啊，一定要她同意。哎，这个祖师在提醒当父母的，现在的孩子跟以前不大一样了啊。
以前古代的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哎，对父母很孝顺的，父母定了，啊，以父母的人生阅历定了，哪怕他觉得不是很妥啊，就是婚后不是很妥，他也不会怨父母。可是现在的儿女不一样啊，所以印光祖师提醒了，哎，一定要他自己同意的。所以法没有定法，要应机呀，啊，所以诸位当父母啊，也要应机说法。哦，所以今天我们帮人家找了，哎，结果结了。不欢喜了，他会怎么想？都是这个陈德法师害我的，所以你看，我们呢都要拿捏应对进退呀、啊。一个人，你人生重要的事啊，你不可能依赖别人的、啊，要提升自己的。智慧、德行，哎，你说找对象不是会看吗？哎，你会看的、啊，看得挺准的，哎，你找到一个不错的了，哎，可是人家不要你啊，是吧？你挺会挑的，挑完人家说 no，哎，那你不是白挑了吗？哎，俗话说的。龙交龙，凤交凤啊！啊，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呢、啊。所以，思维事情啊，都要能从根本思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啊，所以《大学》里面讲得好：有德持有人，有人持有土。有土持有财，有财持有用。啊，那中国老祖宗的智慧啊，哎，他讲这一段在大学里面是谈治国，但是大小都是圆融，大可以用在治国平天下，小呢，修身齐家都用得上。哇，那你经营一个家庭，有德持有人，你就感召志同道合的另一半呢。见和同解嘛，有人持有土，来吧，夫妻这个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了，你就发展出家业来了。土以前是土地嘛，经百姓耕作嘛，就有财富了嘛。你看这些理相通的，有土持有财了嘛，有财持有用。哎，你们家有财富了，哎，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哦，把下一代栽培好，去利益社会国家，哇，那你们家就变成菩萨道场了，佛化家庭了，哎，哦，那就很殊胜了啊，哎，黄念祖老居士啊。有指导，啊，你找对象啊，第一，他是明理的人，啊，这个您跟明白人吵架，不跟糊涂人说话，啊，你们有没有曾经跟人沟通啊？沟通到啊，都快累死了，但是对方还是听不懂。哦，当然也要考虑一下有没有自己表达不清楚啊。假如自己表达很清楚的，对方还是都听不懂，哇，那你就知道那个很累了。啊，所以第一个你要找明白明理的人，不能都是打混仗的稀里糊涂的。啊，第二呢要诚实。啊，夫妻之间不诚实啊，哇，那个日子过起来可累了。第三呢，善良，
第四啊，要正派，啊，不能乱搞男女关系。哦，就这一点，在现在社会很重要啊。哇，你看现在这种财色名利啊，充斥啊，他这个根基不牢啊，会出事的啊。出事，影响下一代啊。啊，接着黄老讲的很公道的话了，啊，你不能要求太多了，不然你就找不到了啊。啊，能这个试点掌握就很好哎，再来啊、哦，趁早找啊，不要三四十岁再来找啊、哦，这个就又不容易找了。哦，所以印光祖师说了啊，你假如不是下定决心不会动摇的女子的话。还是早一点结婚，你才好找当然，这个找不是每天东看西看啊，哎，还是用感应的比较好。啊，你假如有愿呢，你就请佛菩萨加持，跟观世音菩萨求。啊，不过你条件自己写好啊。啊，不要到时候找到了说，哎呀，我当初忘了写2个条件，啊，你自己写清楚啊。我有遇过真的写的同修啊，连戴眼镜他都写上去了，哦，后来真的，哎呦，每一条都有符合啊。哦，当然你写这个的话，不能忘了提升自己啊，不然到时候找到了，人家还是。不接受啊！好，你看这祖师考虑是还是很细好像拉得有点远了哈，我们回来啊，严精贵在得子啊，你包含了，你跟印光祖师学什么？跟黄念老学什么？学他们的慈悲心啊！目贤当目其心呢、啊，是吧？你研究经，你要把最重要的宗旨掌握了啊！你跟人学呢，你要效法他的存心。哎，他的心在哪里呀、啊？他的心在他的教诲当中，他的心甚至于在他的一举手一投足当中。哇！你看老和尚，哎，看到那1岁多的小朋友来送他，哎，明天给你糖吃。哦，当天回去马上交代，给我糖准备好啊。他对一个1岁多的孩子都这么恭敬，这就是老和尚的心境了。啊，每一次到一个地方，啊，要走以前，一定拿着一大包礼物，啊，到厨房去，老人家感谢人家的辛劳。哦，老和尚这个。道义之心呢、啊，知恩报恩之心呢、啊，这是我们的学处了、啊。好，啊、哦，所以《金刚经》啊，以无住为宗。哇，那，你掌握这个宗啊，你《金刚经》什么时候用啊？随时用了、啊。啊、哦，就比方说，一般的人惊一事，长一怕，一朝被蛇咬，10年怕草绳。哎，我们有没有感觉到，当我们经历一件事，产生一种忧虑，产生一种负面的情绪，观自在，不自在了。
哎，会学的人是立事练心啊，经历每件事练出什么？练出真心来，练出啊越挫越勇之心，百折不挠之心，练出菩提心。啊，我们在课程当中跟大家交流过很多次了，随事菩提心，随发生的事，菩提心更提升。啊，知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我们接触的一切境缘都是缘聚缘散。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过去了。哎，可是会学的人呢，就在这个缘聚缘散当中，他的使命感越来越强了。哦，你比方说，我们去了团体，团体人我是非很多啊。哎，你可以说，哎呀，别去了，别去了，啊，以后到场都别跑了，啊，当然。跑道场并不好，我们不攀缘，啊，没有奉行六合敬的团体，那我们不要去攀这个缘，啊，哎，客厅就是道场了，是吧？啊，好好听经闻法，啊，好好在家里落实了。哎，假如真的有团体依六合敬修，哇，那佛陀讲啊。哎，世间有团体依六合敬修啊，可以把佛法弘传到全世界。哦，而且啊，现在这个时代是信心危机。哎，没有人做榜样了，家庭没有榜样，团体没有榜样。哎，一般的人看多了，哇，就觉得，哎，没有人真干了。影响他的信心，不止我们受影响啊，黄念祖老居士也受影响啊。哦，黄老他们是佛教家庭啊，从小就接触佛法了，啊，结果十几岁，哎，看到很多哇很有名的佛教界的人呢，怎么？这个追逐名利啊，不输给世间人呢、啊，哎，对他影响了。哎，后来在读大学期间考完试，刚好有时间，哎，翻开《金刚经》啊，读的时候，哇，像醍醐灌顶，一阵一阵的。后来才领悟到了，不是佛法不好，是我们对不起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哎，他也产生过这一些困惑、退心啊。哦，所以能有团体、家庭做落实佛法的榜样啊，哎，这个会给很多人信心啊。好，那我们同样遇到，哎，团体的人我是非。我们有可能生烦恼，也有可能生菩提心哦。那就看我们这一念心了。圣黄之分，在乎一念呢、啊。哦，所以这个立誓练心，哈、哦，这一句话也很有味道啊。啊，佛经语深呐、啊。啊，这句话在哪里呀、啊？立誓练心在哪？啊，承德现在在跟你们交流啊，你们也在练心了、啊。啊，练什么心？听着听着，真的吗？嗯，哦，这个听着听着，嗯。有点想困了啊，打个盹，不知道陈德法师会不会看到啊？哎，这都练心啊，哎，
哦，那这个我也令我的心啊，我应该说，大家想睡就尽量睡对呀，你想睡尽量睡呀，你5分钟啊，恢复精神了。哦，你在那里硬撑着，那个眼皮都掉下来，硬撑起来啊，你是在半梦半醒之间过了1个半小时，下了课啥也没记住。你不如好好睡他5分钟、10分钟，是吧？这个策略要正确啊！好 我这个话讲在前头，大家就没有挂碍了，是吧？啊，但是呢，你睡的时候啊，要前后点头，不要左右晃啊！啊，我的定力还不够啊，你左右晃着，不对不对，我会越讲越心虚了哦，你前后啊，讲的有道理啊，这样我还会有点灵感啊。这个佛法真的是与生啊，它是心法。你每一个佛教的词啊，它骗一切处，是吧？无助在哪里啊？你随时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你不能产生执着，就是无助啊！刚刚提到了这个老人家来看病了，给他一把脉，老人家，你是不是常常头晕啊？头痛啊？他说：“对呀，你都几点起床啊？”3点多啊！你怎么不多睡一点啊？睡眠不足会头痛啊。他说：“老法师说了，要赶快去极乐世界啊！”你看他听一句"赶快去"，他就产生执着了。睡眠不足啊，长期血压会升高呢。哪一天突然倒下去了，哇，这那怎么赶快去啊？所以你听经不能听执着点，执着点一出来，你就顾不到全面了，一直成病。所以人要越来越敏锐，敏锐自己的心，因为一直啊，你的心就会有一点负担，就会不安定。哎，那个赶快去呀，赶快去呀，那个就急躁了。哎，观心为要啊，要敏感。我这一次在多伦多跟同学们交流念佛，哎，这很重要嘞。修行要正住双修啊，正修是什么？念佛啊。净土法门正修念佛，助修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正住双修。这经录里面呢，好多都是指导如何念佛。你看，不念过去，不念未来，专念现前一句。哇，你真开始好好念佛了，念着念着。过去的事浮出来了，下礼拜的事跑出来了，过去未来烦恼很多啊，哎，就是在念的时候出来了，妄想千般皆不管，一声佛号要分明，专念现前一句，不求一心，不断妄想。你不要在那里，哎呀，我要念多久才能一心不乱啊？这是打妄想啊！也不要去，哎呀，我要把妄想都念掉啊！你起念的就是妄想不求一心不断妄想，只要字句分明。所以念佛不是很复杂，别搞复杂一切莫管事情放得下，字句分明。平平常常，
老实念去。啊，结果我们一谈啊，来，我们今天来探讨啊，从下楼的教诲来探讨念佛。啊，哎，我这句话一讲完了，啊，有一位同学马上接了，念佛好难哦。哦，我当下就跟这个同学说了，现在不是啊，念佛很难，是你的念头啊，产生了很难，障碍不会在外面，障碍在念头，你把它想得很难，它就很难，一切法。从心想生，哎，我们这个很难的心态里面呢、啊，很可能是因为，哎，我过去念了，我觉得不得力呀、啊。可是问题是你过去念的时候，你有没有总结经验？你有没有找到问题点？有时候我们觉得难，是我们耐性不够，太急性子了。啊、哦，我现在是分析哈、哦，我不是说那个同修是这样啊、哦，哎，但是我们不能常常听别人分析啊，要越来越会关照自己的状态啊。师父领进门呢、啊，修行靠个人呢、啊。哦，所以这个不怕念起呀、啊，只怕觉迟啊。我们这个念头一起来，好难呢、啊，哎，你就有分别了。难易就是分别了，进一步就执着了，贪容易的，困难的，都溜得比别人快。哦，那这样叫修行吗？会修行的人在境界当中放下分别执着，放下难易爱憎。你为什么会爱啊？爱是执着了啊，因为你有喜欢你就爱呀，你有讨厌你就躲啊。哎，你最重要的本分，可是你不欢喜，你就躲啊！哇，去做义工啊，人家都赞叹啊，自己也很舒服啊，你就拼命去做了。哇，你看现在当父母的人，很喜欢去做义工，不喜欢跟孩子好好啊沟通。哎呀，我现在还是青春期呀、啊，太难搞了，那、哎、变成你的孩子是你现在比较重要的因缘，你那个义工啊，你没去，他照样赚呢、啊。你这个孩子这几年你不善巧方便，菩萨四德啊，好好去用，你以后就没机会了。因缘过了，敦伦敬分很重要啊。哦，所以会修行的人是在境界里面要放下爱憎啊，分别执着啊。所以老和尚常说：“你会吗？”哦，那这个要常常问自己了。哎，好，不能有住啊！《金刚经》以无住为宗啊，《华严经》以什么为宗啊？哎，你们不要被我一问就开始紧张了啊，代表你们容易紧张啊！啊，这个是小时候落的印象，
啊，曾经在课堂当中被老师叫起来，哦，扑通扑通啊，老师又在同学面前给我们批评，哇，这个落的印象太深了啊！啊，会修行的人不分别、不执着、不落印象，啊，以前那些印象赶快用佛号把它清掉。啊、哦，不然呢，会影响自己的真心啊、哦。我们一静下来啊，你看老和尚讲《华严经》或者讲其他的经啊，常常引华严的哪几句话，那个就是他的宗啊。啊、哦，我一讲你们就知道了，十法界。唯心所现，唯事所变，是吧？对呀、啊，所以以法界为宗啊，法界也整个宇宙啊，啊，所以要心包太虚啊，量周沙界。啊，在《华严经》十回向品，老和尚还写出墨宝来了。法性遍在一切处，这法身呢、啊，我们的真身呢、啊，法身一切法都是我们的身呢、啊，叫法身了、啊。法性遍在一切处，一切众生及国土。啊，三世悉在无有余，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亦无形象而可得。我们的真心不是形象，不是物质，啊，所以知一切法即一念，一切法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我的一念变的。整个法界就是我的一念心变现了，众生皆是速善友，众生都是过去生的善友啊，甚至是一切男子是我父啊，一切女人是我母啊，啊，世间一切同法性啊。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呢，啊，所以四明入佛之知见呢，啊，我们现在要以佛知佛见呢来思维了，哦，所以一切法就是我的一念心，哇，你真的掌握了，这法界是我的心变现的了。你掌握了华严，以法界为宗了，你不责怪任何人了。哎，这是我自己的心性思变，不能怪别人。哇，你看你掌握一个宗去的时候，你容易随时都在道中了。所以言精贵在得止啊。第二啊，这个内典研究班班训啊，第二条，言语先记次序。啊，言语这个先讲什么，后讲什么。哎，这个言语有很多原理原则的，啊，你讲话不能没头没尾啊，没头人家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没尾的你讲话的目，你怎么讲的，哎，没尾了，到底是来交代什么？人家搞不清楚哎，知所先后，讲话先后次序。比方说，我们劝别人，
你的言语啊，要先美其长，要先肯定人家的长处，盖其心喜。哎，他听了欢喜，他觉得你为他好，你后面再提醒他的，他容易接受。盖其心喜，善言易入，就次序了。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验啊？比方说你这个人比较直啊，刚好大家都在忙啊，在一个活动当中哎，结果这个同仁呢，哎，他也在那忙，忙着忙着，你觉得哎呀，我一定要跟他讲哪一件事啊，他哪一个情况啊？然后你就去，哎，我跟你讲，你那里也不妥当啊，哎，他本来对你笑笑的哈。然后你越讲啊，他脸就绷起来了。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哦，有没有感觉到？哎，我讲错话了啊！哦，没有顾及到，他在那干的，流了那么多汗啊，你这肯定都没有。啪！我这个人就这么直啊，你这个你不能干错这些事，不然你就没有功德了啊。哦，这调剂人情，发明事理，啊、哦，这个是次序啊。当然了，讲错话一次就好了，一次就要汲取教训了，这才叫立事练心啊，练出记性来了，啊，练出经验教训了，啊，这样就前事不忘了。后世之师了，啊，办事要求精细，啊，要做事啊越来越细心，啊，但是细心不要变成越来越担忧哦，那个又过了，哎，心要练，不能过，也不能不及，哎，这个不容易哦。哦，比方说那个很热情的人呢，他一下啊到团体里啊，希望这个团体好啊，提了很多意见，哎，这个就有点过了。哎，提了之后呢，人家都不接受啊，不提了，那一下又到不急了。哎，我们修行啊，中道，中庸之道。哎，我们提了，我们不变我们的初心。哎，我们懂得哦，可能信任再高一点，再来提。哎，用什么方式提，别人比较能接受。啊，为什么？因为我这个初心没有错啊，我是为了希望把事办好，希望把人服务好。哎，人不能检讨到最后，自己可贵的初心都被自己给否了，到最后你自己都没信心了。好，精益求精啊，这个办事要求精细，文字练习畅达。啊，我有时候接到那个短信啊，看了很多遍了，不知道他在写什么。我发回去给他，我说你可不可以自己先看一看呢？啊，这代表什么？我们对人不够尊重啊！自己匆匆忙忙写了一段话，根本都有错别字，啊，表达都。词不达意了，自己没有看几遍就发过来了，啊，后来这个我跟他提了啊，不顺啊，错别字啊，跟我改了3、4回，哦，我哪有那么多 American time 啊，我哪有那么多美国时间？
哦，当然我不会把他拉黑了哦，拉黑会结怨的啊，哎，好，所以这个文字啊、言语啊，是我们接触大众一定要用到的工具，一定要具备的能力。我们现在也太懒了。不下功夫，都想蛮混过关。这个蛮混呢，不是学佛是这样，以前养成习惯，现在一学佛了啊，强者先迁，这个蛮混还是会现前。哦，所以学佛啊。是让我们放下贪嗔痴，放下不好的个性习惯，不是这个贪嗔痴换对象哦，不是这个坏习惯的换对象继续发展，哇，那你这个佛法就不得利了。比方说我傲慢了，结果学了佛换对象。更傲慢，为什么？我懂道理多了，我更能指指点点了，那不就更傲慢了吗？哦，所以这个承德有一次，有一个同修来载我坐上车，他第一句话就跟我说了，我印象很深呢，我最怕遇到学佛的人。我跟他说：“我说我给一点小意见啊，我觉得这句话呢要改一下啊。我最怕遇到学佛执着的人啊。”他说：“对对对，对，是这样是这样。”大家有没有注意？哎，大家不要只有笑啊！哎，一个人。因为看到人家执着啊，你会产生情绪呀、啊。哇，这太执着了吧！你一产生情绪啊，你讲的话呢，把所有学佛的人通通拉下水。我最怕遇到学佛的人，哇，你看那老和尚也学佛是吧？哎，人呢、啊，不能情绪化的言语啊，口业太重了。啊，比方今天哪一个国家的人得罪你了，啊，你一开口，我最讨厌儿子，哎，你看这个造不造口业？讲话要引恶扬善的，是吧？哪怕那个国家的啊，你遇了几个很讨厌的，你都要说某一个地区。哦，不要跟人家那个地区结恶缘了嘛！啊，引恶扬善也是一个言语的很重要的原则啊。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失免；良人恶即是恶，己之甚或且助。这两句话已经对比出来，同样讲一句话，差别很大。一个是可以带动团体良善的风气，一个可能会招来祸患。己之甚或且助啊，人家可能会报复哎，再来知过必须力改。好，大家看这个班训里面呢。有讲到言语，有讲到文字，有讲到办事，还有言语、办事、文字，都跟我们的德行离不开。话要怎么讲得好？你要心要修好啊，言语是心之身呢，办事怎么办得好？你的心。
要调到缓和啊，不能那么着急呀、啊。啊，遇到人事问题啊，心要平等啊，恭敬啊，不能跟人对立呀、啊。所以德行排第一呀、啊。啊，德行当中，知过改过啊，知过必须立改。啊，老和尚说修行就两件事，知过改过。啊，因果自因生性第六点，哎，生性因果对自己修行帮助非常大。哦，我们要问问自己啊，我们有没有生性因果？啊，这一个礼拜我们还有不高兴的时候啊，就没有生性因果了。生性因果的人，遇到逆境恶缘呢，心平气和，而且还会生欢喜心。哎呀，我再还了，无债一身轻啊，不会起情绪的。生性因果是良药哦，所以啊，我接到一个 stick。印象很深啊！别人怎么对我啊，是我的因果。他骂我，为什么不骂别人呢？我的因果啊！别人怎么对我是我的因果，我怎么对人呢？是我的修行。哎，这有味道了。啊，不能他对我不好，我就对他不好啊。那我不是白修了吗？哎，他恶意对我，我还对他慈悲，这才叫修行啊。这个才能把恶缘转成法缘呢。啊，转冤亲为法侣啊。所以因果自因生性。接着第七呀、啊，洞明人情世故啊，这人情世理啊，要懂得啊。哎，《论语》当中啊，哎，也都有教啊，人情世故。啊，因为今天是《论语》课啊，我得多举一些《论语》的句子啊，不然又要有人要给我抗议了啊！看《论语》又没讲《论语》了啊！可与言而不与之言，斯人。你时机到了，可以跟他讲，你没有跟他讲，你对不起他了。啊，你们有没有遇过亲戚朋友跟你说，你那时候怎么没有跟我讲啊？哦，那你看，害他出了情况了。除非是你讲了他不听，那另当别论，不然你真的就对不起人了。啊，不可与言，时机没到，而与之言，失言，讲错话了。啊，体恤人情哦。啊，君子不失人，亦不失言。哎，老和尚也指导过我们这个言语的人情事理啊。20岁以上啊，20岁以前可以讲，20岁到40岁啊，只能暗示，40岁以后不能讲了，这是不是人情事理？啊、哦，当然了，我们大乘佛法讲离言说相，离名字相啊，大家不要哇，马上背一个公式啊，人一来哇，还没到20岁，赶快讲哦，我
我什么都没说啊。你要理解什么？哦，这一段话告诉我们了，一个人呢，这个面子还不重的时候啊，可以提醒；面子很重了，你就不能提醒了。哇，我看现在7、8岁的孩子啊，你讲他两句啊，嘴巴翘得很高啊，那不能讲了，不然你跟他结怨呐、啊。哎，好，那我也有遇过啊，50多岁了，60多岁了，哇，你提醒他，千恩万谢呀、啊。哎呀，你给我提醒这个太重要了，这个对我修行重要啊！哎，我真的提醒过，上次跟大家举例子，50多岁了，比我大好几岁呢。哦，她分享到她跟她婆婆相处啊，哎，我马上提醒她，你这两件事啊，问题出在哪？你都没发现？哇，她听完跟我说啊，哎呀！我假如没有找到这个问题啊，虽然我婆婆往生了，这样的情况照样在我跟我母亲的相处会发生。哇，我听完他的话，我内心里面，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呀、啊！哇，这个人善根太厚了啊，都已经快60岁的人了，人家劝还劝，他还那么欢喜，为什么？他真向道，他真希望啊。不要恼害他人，希望他接触的人都生欢喜，都能利益到他们。哦，所以这个人情世故啊，说穿了呢，就是能体恤人心，出言顺人心。啊，人情不可服啊，需要顺法调之。啊，人家这个都是古人总结的这种义理。啊，你看入境要问俗，入国要问境，哎，每个国度啊不一样的啊。哎，我曾经到，比方说印尼，哎，印尼办学很有意思啊，你要有宗教信仰，他才让你办学。哎，可是你到另外的国度可能不一样啦，那你假如都搞不清楚状况了，你就把事给搞砸了。哦，哎，包含你在任何境界，你都要知道，哎，现在这个言。谁是主，谁是伴，谁是主角，谁是配角？哎，结果你是配角，你搞不清楚状况呢。结果那个聚会你话讲最多，你铁定做错了。哦，然后老板说下次把他拉黑哈、啊，不要带他来了哈、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了。哦。哎，你看这每一天发生的事里面的，我们都要去体会呀。你这人情世理就越来越敏锐了。哦，你看出言顺人心啊，啊，比方说你今天在传统文化团队。哎，你在跟人沟通的时候，老法师说，会这么讲话的人呢，有没有体恤人心呢？人家一听你来老法师来压我啊，哦，好，诸位同修啊，你们假如遇到哪一个人说陈德法师说什么啊，陈德法师，你们小心啊，这不是我的意思啊。哎，我不想跟他共业啊，
哎，他不能把我拉下水啊。哦，你心柔软的人啊，你不会这种讲话去压人的好，包含常理举要讲的，交浅不可言深，这都要懂。你们有没有经验啊？遇到新认识的朋友，哇，掏心掏肺啊，啥都讲。啊，哎，最后搞得有点不愉快了，哎，人家说，哎，你知不知道他们家怎么怎么这样？啊，你在那气得半死，别气，火烧功德林而已，啊，不生气，怎么办？经一事长一智，啊，不贰过，我以后不犯这种错误了。啊，交浅不可言深，绝交不出恶言。好，善始善终，绝交都不出恶言。随缘消旧业，不再造新殃。啊，最后呢，学问呢，切实履行。啊，这解行相应啊，要学指路啊，指路有闻，未知能行，唯恐又闻。他听到一个好的教诲啊，他就放在心上，好好去落实。他不贪法，不贪听很多啊，他强调要好好去落实，而且大家不要小看落实一句京剧的受用。啊，我举个例子，念念为他人着想，啊，这个人练3个月，我保证他的气质都变了。哦，他真练3个月呀，他一定会产生，哎，我以前听经啊，好像比较听不懂啊，怎么我最近听好像理解力提升了？哎，老和尚讲的我比较能领会了，因为心提升了嘛。念念为人想啊，烦恼就少了。烦恼就是从我贪、我嗔、我痴、我慢、我疑来的咯。我越来越淡了，当然这些烦恼就少了咯。烦恼一清，智慧就长了。你说到根本处啊，这个理都不难理解。心是根本吗？哎，好，我们这个班训先交流到这里啊，时间已经过了啊。好，谢谢大家啊，阿弥陀佛。